这个门口这个，我们是要走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还没做他们的，他们等我们，还没做他们的，他们还要去做他们的，连接了他们，他们连接了，你们挨着上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他好像有点不行，我还没有从那个来，舒服吗？没有不舒服，但是还没从那个感觉。哇！哇！哦，还更大的，他站在那里，然后整个水都扑到他身上。原来他有一个水那个。哎，这有个这个。盖子。把头放过去。他说喝。来。他说喝的。对啊，他说喝而已啊。把头放上去，坐后面，把后面把头放上去。是的吧？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把头这样子喝吗？这说不是啊，对，放到这里啊，对对对。人离开，头放在这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挺。好可怜啊，到底是怎么样，想什么想，就是那个样。哦，这个水就是这个水喷起来了，它让你站在那里，你就站过去做你的那个，它一二三了就让你站上去。那个车过来的时候，哦，非常的厉害，这个地方你全身都会洗。那你们三个上去吧。刚刚那个女的就站在这里，然后那个水就这样滑。可以啊，你们三个真的这样效果很好。真的打湿了。哦，那快过去吧。那我们吃这个卷还是吃这个？这个鸡肉、鸡腿。吃鸡腿吗？嗯。一抬头，这么小个小车在那里。对于刚刚你们做的，哎。这个要下来了啊！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垂直的表情。哦。我们刚刚就想拍到你们的表情，绝望的表情，拍不到啊。那这边都是买券，然后领。哎呦。你要那个火鸡腿吗？哦。这里就是他们高中生乐园啊！休学旅行嘛，你应该也是一个一日旅行的项目。浪费你当时少钱，而且温泉是呢，一千。他问他好不好吃，我不要钱，我就要这个卷吧。虽然我也想吃鸡腿，你要什么卷？就那个他现在在吃鸡腿，看起来。你给了多少钱啊？不能选了就没有了。这次卖完了吗？还在准备。刚才玩了很恐怖的那个过山车之后，就休息下来吃一下饭。他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我还以为说这个地方在搞烧烤呢，因为有两个炭火。他这边有的可以吃饭的地方呢，就全部都是采用自动点单的。然后你会看到，哎，某一个你想吃的点不了，那就是说，哎，老板，我就去问说，哎，老板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他就说军备，就是说在准备。然后我们也听。就点不了。没玩，你们没玩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进门那里写的很恐怖的感觉。啊，就放弃了。而且我们就是买的钱也不够。我在想那么多钱啊。在想要不要？然后再去找你看看。是啊，走吧。换一个地方玩，这个。这卖烟的。哦。我之前问说，那他们这里多大可以开始抽烟喝酒？然后跟我讲说，20岁可以。但是我看那个自动贩卖机，好像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先需要刷身份证。它这个地方写是有写一个未成年人法律禁止怎样怎样抽烟。哎，这个好像
是的，好像没有说是和刷身这个。我看价格，价格440，那就是25块钱，但还有万宝路460。走吧，我们也不抽烟。跳舞了，你跳的释放一点好不好？你跳过去，你跳过去。我们想去做那个小飞机，不买烟的东西，把它做了算了。哦，他学生物码都那么大。他这个是和劳改犯出来放风似的。哦，这滑冰刀那个专家也有。哎，你哪里搞？免得每次都是很无聊的。有点冷啊，靠近冰的冰滑冰场。我们就是为了等吃那个鸡腿，但是你漫无目的的乱逛。没买通票进来也是对的，其实就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把它都玩掉。我觉得这游乐园主题乐园还是迪士尼感觉最好，就大家唱啊跳啊，从那个车上白雪公主啊什么灰姑娘那个主题啊，很欢乐呀、啊，大家一起欢声笑语，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亮点。这游戏设备刺不刺激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都不重要，就要大家一起很欢乐的在那个氛围当中最开心。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吧。买过这个东西的，这就是著名的大鸡腿。火鸡腿。看着好有点生。不会吧。哎呀，好大的烟味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当时美国吃的时候还挺好吃。换换换，不要在这里，真的不要在这里。这个是自动买票的机器，然后上面有钱，最上面一行你可以对照的想玩的，然后自己去组合这个金额。如果没买到也没关系，基本上项目门口它也会有的。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，好刺激的。好腥啊，很腥。嗯，很就是很腥。40块钱是吧？很腥哎、欸。50块钱，50块。路费有吃这样的吃？我不要吃你吃。我不要吃。我要派东西啊。我不想吃你吃吧。不想吃。我记得在美国吃个火鸡腿很好吃的，这个好难吃啊。也不是那么难吃吧，酱油煮鸡腿。哎、主要是太腥了，腥气没盖住，得多试吃，好不好？希望他不要嫌弃。什么？
那个铁骨穿掌，让它坐上去，然后升高，然后开始转，然后那个你的身体就歪了，富士山也歪了，回头轮也歪了。真的？嗯，那个视角很特别，好像在外太空看到富士山一样。然后你身体旁边没有任何东西，你就直接被甩出去了感觉，但又不会特别可怕，就是比较平和，就很适合你。这个真的推荐一下，因为这个国内的游乐园没有。其实我们觉得长隆应该已经到国际级了，长隆的游乐项目，但是有些设施是不一样吧，这个就没有。这个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。多少钱？800日元。48块钱。对，还有一个小的500日元。那个在月球公园也有，我今天经常来月球公园做对比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候车室里，哎，等着小火车过来。这里是 Sounding Home， 我们在分享世界，连接世界，期待你的加入。